一日饭局。今天呢，要特别教大家怎么跳天亮请睁眼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在抖音里面。如果你不会的话，看我们这个影片，你就可以拍抖音喽。我们请风泽老师登场。你第一次当那个舞蹈老师好。慢动作，然后首先呢 ，I want you to stay。天亮请睁眼，然后我在你身边。天亮请睁眼 ，I want you to stay。天亮请睁眼 ，I want you to stay。然后再比一个爱心，比个爱心，这样子 OK 吗？可以。好，我对应要 pass 哦。